我哋下昼时段第一个表演咧，就将会系一个韩国嘅表演啊。咁佢哋咧就系嚟自韩国观光公社，佢哋个名咧就系 B Boy Cold Festival。咁我哋听个名都知啦 ，B Boy 即系 Breaking 啦。咁 Breaking 咧其实就系一种 Hip Hop 嘅舞蹈啦。你见到我哋啲Dancer 都已经各就各位企晒喺度啦。咁究竟咧呢个系一个点样嘅表演呢？其实咧佢哋唔止系普通嘅跳舞咁简单喎，佢哋咧系一种无语言嘅音乐剧。佢哋咧会佢哋全部都系一啲实力嘅舞者啦，带住一啲好型嘅舞步啦，再加埋一啲搞笑嘅演技咧，希望可以博得大家笑咁话喎。咁咧佢哋咁热情啦，又青春活力嘅表演咧，其实咧就帶咗一個正面嘅信息俾大家，而呢個信息咧，其實就係佢哋想杜絕校園暴力。咁事不宜遲啦，佢哋已經各就各位，咁我哋快啲拍手請佢出嚟啊！
Into